虽然大家已经陆续开工，但是新年的气氛依旧都是咁隆重。大庄家赌场度假村一直到2月19日的春节期间，都会举办超级大抽奖活动，不单只有机会赢取10万元的奖金，还有免费双人亚洲往返机票，千祈唔好错过。中国的新年气氛依旧浓厚，从农历新年前的华人工商大展开始，一年至少有10多场大型中国新年庆祝活动，令到春节浓浓的年味持续加温。其中大庄家赌场度假村的春节庆祝活动就无所间断，只要你从1月28日到2月19日期间前往大庄家赌场度假村，就有机会赢取10万元大奖，以及是免费双人亚洲往返机票。今年咧，我哋有很多嘅好嘅细节咧嚟嘅节目，包括最重要嘅咧就系10万元嘅抽奖。五号奖咧将会送出大庄家赌场度假村的新年庆祝活动，送出的大奖从来都不会孤寒。在新春期间最受欢迎之一的华人工商大展中，大庄家赌场度假村始终是成为排队最长的展位。轮盘转啊转，全日举行大抽奖活动，亦都令到来到展会的朋友带回2017年的新春新运。除此之外，大庄家赌场度假村2月份每逢星期四的下午还会举办好运红包大抽奖，只要以会员卡在位于大庄家售票处对面的活动推广亭碌卡，将可以赢取最高达到1000元轻松乐 EasyPay 的奖赏。大庄家赌场度假村是全美最受民众喜爱的赌场，欢迎你一起来体验。We are honored to be voted number one best casino in US by the Radio USA Today. We also have a four diamond property since 2002 rated by AAA.Challenger Casino, we strive to give exceptionary experience to our guests when they come to the Challenger Casino, whether they're on the casino floor or stay at a hotel or whatever they have to do.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